手机的物件，可以当做公益哦，大家来哦、喔，你买一包，我捐一半哦、喔。大声叫卖，邀请大家来做爱心。金南乡的小农温暖集合，家家的栽种安心收购，摕出二杯，用支持安心作物捐一半收入的口号，帮地方交钱各种等千十的募款，得到大批民众来支持，要大地台北有主特别登来响应。有同学说叫我先回来了解一下，看一下，而且他这次的活动哦，有部分捐给我们那个鸟松国中哦校友会，当作共餐基金使用。让我们觉得我们更需要去来支持他，因为我们比较喜欢吃有机，比较安心的东西，鼓励有机啊，然后自己的家乡的东西要自己捧场，用行动来支持，对啊。今天好像就是把这个布施出去，很赞，对对对，很有意义，所以我来买。非常感谢讲咱在地的小农，大家聚集在一起，哦，把这些做义卖，阿妈在这推广。啊，这个是大家互相帮忙、互相提携哦。啊，这是咱即马老龄化社会上重要、上需要的这物件。其实受最近两届风台影响，大部分小农都唔是真好过。不过听到地方的邓千石等爱博款本财费用，拢真得真卡出来支持。义卖这一部分是因为要给鸟松长青食堂照顾在地老人，所以我们这些小农也很配合。可以一边可以推广有机跟无毒的产品，一边还可以做公益，所以。就算我的温室、我的作物损伤了，我还是一样来支持。就着几百零条小农有机会推广家己的安心农产，让水南乡的小农家里起给加进有零金币。我们一起站出来，我们每个礼拜六早上7点到10点，固定在我们公所外面这边有设摊。那我们每个礼拜三的中午，在水灿林文化路的侧门也有设摊，来供这些家长跟教职员来买这些健康跟安全的蔬菜，这样啊，一起来支持在地的小农。家己都尽刷帮助，刷完意站出来道理公益，最拿小农优先土地精神，让人真佩服。现在伊也尽刷支持民众，愿意选择安心农产，对来讲都是上大鼓励。出来最拿乡要有小农家里起急，欢迎大家来收听。记者李克山差不多。